如果能模仿大法师的话，就代表是 model 界的第一名。穿着白衬衫、黑短裙，对着镜头教学摆 pose， 他就是民众党平镇区新元参选人曾炎杰。我们的那个姿势，只要越不符合人体工学呢，就会越漂亮。为了增加知名度，曾经当过腿模的曾炎杰在抖音分享摆拍教学。因为我是新人，所以可能并不是很多人都认识我。那我也只是单纯的想让大家看到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。曾炎杰传的九支影片，他都穿白衬衫和黑短裙，大秀修长美腿，不过却引发两极声浪，有人批评他物化女性。我当过 model， 可是我也是高考二级进到市政府，那我也有我的建筑跟我的环工的专业，因为我是环工博士嘛。我只是如实的介绍我自己，我并没有特别吸眼球。只是这影片一路红到中国，甚至艺人黄安也在微博分享开酸，说这种看着爽的也行，台湾政治都在比烂。还有中国网友在下面留言，觉得这样是台湾悲哀。我是希望黄安大哥，谢谢你肯定我的那个摆拍教学的幽默感。那现在希望黄安大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看看炎杰的背景。我的专业能力是够的。我刚才讲说，你不要弄得反差这么大。我讲了，有时候我走上之后，政治也有它世俗的一面，就是要英文叫 catch the eye ball， 就是要引人注意。柯文哲在募款餐会上还跟曾炎杰牵手唱歌，曾炎杰还不断搞笑转圈圈，差点让柯文哲笑场。只是民众党推出曾炎杰用另类方式打选战，虽然有话题，但难免也引起正面两极讨论。三立新闻张韵杰、张慧明桃园报道。